2024高雄万圣节原规划从10月25日到11月3日在凹子底森林公园办理为期10天的活动庆典。因应康瑞台风来袭，考量到将影响22公尺高的巨大南瓜与周遭的电力设备及周围建筑和用路人的安全，昨天为展出的最后一天。巨大南瓜昨天晚上雷射灯光秀后，于今天完成拆卸及进行撤场作业。高雄万圣节在今年扩大举办，至25日点灯至今，广受市民及跨县市的市民赞扬。短短五天已经吸引超过20万人次到场同欢，再创高雄纪录。